是小说的，没有是小的，那大也就不立了，失掉一面，另一面不存在了，这叫相对法。但是真空必成就幻有，幻有一定想能真空，这叫一理成四，华严义。说微尘都可以转大法轮，那就是一理成四了。这个微尘变了，全部是理，就是真空理。真空才能容纳一切了。一切事物没有实体的，自有个真理是它的体。那四也就成了真理了。刚才我们上来讲的缘起，缘起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的没有理，没有性理，只成就事而已，只那个事成立了。波，波浪的波，波是事啊，怎么起的波？因为水才有波啊，没水还有波吗？有理才有事啊，没事还有理吗？这所依赖的就是叫如来藏，所以在华严的五教律单立个如来藏。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相宗啊，讲唯识宗的，他对如来藏性他非常的怀疑。来讲一下，他这称有威势八十的，八十也就是如来藏了，他为什么还立个如来藏姓宗呢？八十是眼睛的种子，这个大家学威势都知道了，出入门都知道了。因为立如来藏，它都含藏着有这一切的住法，才能建立一些住法，有一些住法。大般若经大品的大品般若经说，住法不空，不空。住法要空，也没有道，也没有果，一切法都不立了。大家学过中论、百论、十二名门论，在中论讲的时候，一切法得成，正因为有空。般若一空哦，一切法得成；般若一不空，一切法不成。在这种道理呢，要多与观照思维。我们经常说，一切法是幻有的。有了幻有了真空不显现了，他把中空空意真空的意思完全覆盖了。空引真空引到这些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引到一切幻有当中。这种空有的意思啊，就更加深入了，更加深入了。但是这些幻有它并不妨碍真空，幻有的有它自然就消失，幻有的有消失了，真空就彻底显现了。因为幻有一定妨碍覆盖着真空，因为它俩是互相相违的，有了就不空了。说空真空就隐了。就在那个法界观里头说，是一切事隐了，一切事隐了，隐到真空理门当中去了，这就叫真空觉相。真理引了，引了到一切幻有当中，说一切诸法皆是真实的了。这叫
真理随缘，就是性空随缘，能成一切四法。因为这一切四法违背真理，因为四法显了，真理就不现了，是吧？离开这些四法，另外还有个真理，真理跟四法相对，不是这样的含义。含义是离了四了，理就隐了；理成了，四就隐了。你到那个大波大浪是只看见波浪，不看见水了，水隐了；跟清平浪静，波没有了，只看见是水了。水变成冰，水的体相就没有了，不流动了，冰是凝结的了。冰化为水的时候，冰就没有了，水就赢了。这个道理啊，以这个意思，大家慢慢思索，不然你没法进入。不然我们说了讲多少座，等于零，等于零。说文殊菩萨他的最初的问难的时候，问觉首菩萨，他都是用前意后答，后意前答，你出点空和有，诸法智性是意，心性是意，云何有这种差别？有和非有是一个是两个呀？有和非有都是幻有，幻有，幻有不是真实的，幻有就是没有。空，空和非空就是一个真空，也没有两个人。非空与有，那就是一个幻有，别做两个解释。空与非有，那就是一个真空，也不是两个人。幻有与真空是无二，一法界一，这种道理啊，反复思维，完了再想到，眼耳鼻舌身心意住情根，以此常流转而无能转者。要就这个文字上，略微一解释就明白了，道理一说。就不明白了，因为你没悟得就不明了。现在我们求你明，不但在事上明，在理上也明。事是怎么能显理的？理是怎么能成事的？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，这真正的明。从文字上清楚了，从这个是言语上清楚了，不行。真正契入了生死了，这不但生死了，烦恼断了。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属于情的，情的，不是智的，属于迷的，不是悟的。他们常入是流转，谁来转他们呢？问号是在这儿。眼耳鼻舌身心意住情根，以此常流转而无能转者。他怎么流转呢？谁来使他流转呢？这是有种种的因，种种的因。种种的因，这在我们讲就是如来藏所成就的，
唯识家讲的叫唯识熏习而成的。大乘起信论讲，言法熏净法，净法已成言。我们一天在生活当中，在你意识形态，咱们经常说意识形态，就是你这个识，八识是眼镜的种子，镜熏眼的时候，眼就成镜，眼熏镜的时候，镜就变成眼。前五识眼耳鼻舌身，他念的是眼耳鼻舌身。这五识加上第六那个意识，那意识就是我们的心，心，就是第六识。第七识就是我们那个一根叫意识，那叫一根。他是思维常识想的。咱们旁识思维用的是第七识，恒神思量。第七识，第七识无形象的啊，无形象。第六识就是啊，我们在腹胀里头那个心，我们所说的右团心吗？它只能了别，不能深入，它很窄。八识就含藏这个眼和镜，八识就通于八种了。那前五个是一只塞根，六呢是一只第七，一只一根，第六一只一根，第七呢一只八。因为八识是眼镜的根本，眼镜的根本。是一切眼耳鼻舌身意一根，统统依着八识，所以叫做情根。但是它互相转，互相熏习。离开这八样，离开八识的话，识外无法了，什么法也没有了。所谓无者，就是转。转八识成智慧，成的明。咱们简单说，把它统一说嘛，把我们这八个识转了，明白了，真正转识成字，那真正达到明白了。但是这个里头，这个特别说到这个一根呐，咱说哪知哪见都是它，一根。因为这个识的关系，它是眼悟的根本，一切眼悟的根本。因为什么呢？它总是我，恒神思量之为我，它永远之为我。把这个我，我慈无明，我见。邪知邪见，我慢，我耐，这叫四根本。四根本，这四根本就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本。经常烦恼，烦恼就是不明白了，主要是我慈，你的看问题看法。你所知道的就是你的见解，你所知道的全是不是清净的，是圆悟的，因此产生的我慢我耐，特别是耐，耐是情根，情根。慈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无明啊，说问明就问的要明白，要把无明断了。执着我相，我想